みんなさん、こんばんは。シティデビューです。今日も使用コンビで、ちょうはい、リアチェラ、ちょうはい、トンカプケーピンア。今次就係由呢只 Brave Company 出嘅裝甲騎兵啦，咁啊 BVW201 嘅，咁啊見到啦呢個機械人嘅方面咧，就係初期形態嚟嘅，咁啊其他裝備咧都係需要 DLC 嘅，即係或者買其他配件啦。咁啊見到手嘅關節方面就喐動都幾大嘅喎，可以。咁啊，腳方面啦，都一樣啦。咁呢度個齒輪嘅，咁咧呢度咧就係有呢個可以安上去嘅其他配件。咁啊，打我機嘅朋友都知啦，今次呢個形態咧，只不過係初嘅形態嚟嘅啫。咁啊，其他武器都未有嘅。咁咧，佢今次就送咗一把槍仔嘅。咁啊，槍仔有槍仔嘅好啦。咁啊，短小精鋼。咁啊，首先打開手指位啦。咁會見到呢個位咧，就可以插支槍入去嘅。咁就可以揸住支槍噶啦。咁眼部啦，呢個係可以喐嘅，就咁咧。呢度就可以打開啦，就可以係一個駕駛艙啦，就可以放阿 Kiriko 入去嘅，即係鐵甲騎兵嘅主角啦。咁啊，有打開機戰嘅朋友都知啦，有呢個裝甲直拳啦，咁就只係一拳打落去嘅啫。咁啊，背部啦。咁啊，呢啲有啲舊化嘅痕跡都做得幾好嘅貼紙啦，呢啲位咁啊，呢啲咁啊，有啲字嘅寫咗字嘅位啦，手咧一樣啦，有啲舊化嘅位啦，咁呢都可以反開嘅。咁啊，都係嗰句啦，就可以 download 其他。買其他配件就可能買啲長炮啊，咁啊其他嚟愛嚟補充嘅。好啦，咁啊睇完機械人啦，咁我睇下主角啦，不如好啦，咁啊睇翻个主角啦 ，Kiriko 本身啦，样咧就有啲唔系好似啊，觉得就好似后生咗啊，又或者可能对眼睛拎得滞啊，大得滞咧，冇咗嗰个画风咁，好似有少少成熟啦。虽然佢嗰阵时啱啱入队都系18岁嘅。咁啊，腰咧可以喐啦，手啊，腳，可動方面係唔錯嘅，都可以做到好多動作，令到我有啲諗起可以。同大酷狼一起玩，但不过可能佢嘅 size 又会大咗少少啦。咁啊，睇下啦。咁啊，有一个系戴咗头盔嘅头嚟供应啦。咁啊，
圖盔都 OK 嘅。咁啊，一把槍仔啦。配件嚟講咧，都叫做得唔錯嘅槍嚟講。咁啊，另外啦，就有一對手掌送嘅啦，手掌啦，咁啊，一對拳頭嘅。咁啊，試下換咗嗰個面具個頭先，因為始終咧佢咁細咧，如果隻眼咧入嘅話，可能即係好考功夫嘅，未必。如果你大量生產嘅話，都可能好難保持嗰個眼嗰個質素係有得靚。好。咁啊，戴咗頭盔之後啦，就係咁嘅樣啦。咁跟住就揸埋把槍。咁啊，揸槍完冇意外係呢隻手噶啦，一定。咁啊，揸完槍啦，就係咁啦。好啦，咁就人仔又介绍完啦。咁啊，而家系时候放佢入机体入面啦。咁啊，头先讲过啦，就喺呢度打开就会见到个驾驶舱噶啦，大家见到啦。咁啊，驾驶舱就开完咧，咁就应该去就系要坐喺里面嘅。咁啊，再伸只手出嚟啦，准备揸嗰两个控制器啦，咁啊发生少少意外，咁啊甩咗只手出嚟，不过唔紧要，冇问题嘅。好啦，咁就完成啦，咁就坐喺嗰个驾驶舱度啦，咁啊吸翻佢先，咁啊擘大咧就会见到佢阿 Kiriko 就喺里面噶啦。再整埋把槍咧，揸翻把槍啦。好，咁就完成啦。好，翻嚟咁啊，玩具就介绍得差唔多啦，又系讲下少少评价嘅时候啦。咁今次呢只装甲骑兵咧，我咧就系用呢个450几蚊嘅价钱入手嘅。
咁如果论玩具嘅质素同埋价钱嚟讲咧，今次就真系合乎啱翻个比例啦。因为咁嘅价钱，其实佢嘅玩具质素嚟讲，我觉得系 O K 嘅，甚至乎可能有少少超标嘅。咁啊，首先不过唯一嘅问题就系可能后生嘅未必识装甲骑兵呢一套动画啦，或者可能打机战嘅朋友都会有啲印象嘅。咁啊，人仔方面就把玩嘅时候就可能要小心少少啦，因为可能我唔知系咪我嘅问题啦，咁啊可能我玩嘅时候啦，咁我主角嘅手啦，就手臂嘅部分咧。就是经常性甩出嚟嘅，咁啊少少美中不足啦。另外是可能个骑兵嚟讲嘅配件是少咗啲嘅，都是那句啦，可能另外要买啦。咁啊冇嗰支长枪啊，同埋一啲长嘅背部嗰支长嘢枪啦，系啦。咁啊系咁多啦，咁啊介绍啲系装甲骑兵，佢系仲有另外一只嘅。咁啊，如果有興趣嘅朋友，不妨可以入手啦。如果有中意玩有駕駛艙同埋可以玩駕駛員嘅話咧，今次呢一隻嘅裝甲騎兵係一定要入手啊！咁就係咁多啦。咁啊，中意嘅朋友就可以訂閱啦，同埋 share 啦。咁啊，唔中意嘅朋友就可以睇完就 skip 咗佢啦。如果有咩分享嘅，都可以留言俾我。好，咁我就係 CW 啊。咁啊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